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由台湾政府与民间共同筹设，资策会参与推动政府各项资讯产业政策，致力研发培育人才及参与基础建设等各项业务，成为台湾资讯产业的推进力。现代都会生活中，人们与智慧型装置紧紧相关，资策会以智慧型装置近端技术拓展智慧生活领域更多的可能性。资策会开发多种智慧生活应用模式，打造城市生活的新面貌。资策会开发行动导览 APP， 成功协助 T-Park 成为智慧生活实践场域。使用者可借由 APP 让手边的行动装置成为个人解说员，轻松认识生活场域的生态与科技应用。导览 APP 可整合 QR Code、NFC 标签、iBeacon 等多种近端技术进行导览，其中以 Beacon 方式进行推播，能提高同时间当下服务最多使用者的可行性。除了传播资讯性质的智慧导览 APP， 资策会也积极开发各种智慧零售模式，让智慧消费生活概念得以落实。其中包含互动式行销服务、乐点点联盟服务资讯站，可透过手机 APP 与数位看板启动互动游戏，取得参与活动者资讯，发送优惠券促使消费者进行消费。不只针对单一商店，资策会也开发运用公众场域作为服务扩散地点的零售模式，例如行动购物墙，接触高科技的消费者，取得使用者商务行为数据，可提升近五倍的转换率。透过近端技术发展，资策会带给人们对于智慧生活无限的想象，朝更美好的未来迈进。